呢個係 tendon 嚟嘅 ，C D 係 tendon 嚟嘅，T A 都係 tendon 嚟嘅。呢個係29度，呢個50度，咁佢要揾邊一個咧？揾個 T A B， 即係呢只。嗱留意啊，留意啊。阿東啊，呢度我 share 啲經驗俾你啫。如果呢度咧有同時有兩條 tendon 出現嘅話咧，有兩個 option 可以做嘅。第一個 option 咧就係連傷 center， 第二個咧直接將兩個 touch point 連埋佢。好，不過 anyway 你只中意用邊個方式啦，我唔會即係干預你嘅，好冇？好啦，點樣做？阿東講嘅，點樣揾個 T A B？ 唔係揾個 T B 啊？是找个 TAB。应该是不是连埋 AC 啊？好啦，你说连埋 AC 的，等。跟住呢？跟住所以咪 angle BAC 咪有。嗱，呢個29度，好嗱，唔緊要啊，嗱，我寫咗佢先，呢個29度，跟住咧，好，嗱，我俾少少提示你啊，因為你其實你唔知呢個點樣計嘛，係咪先？叻佢做 X。跟住喺個 X 嗰度可唔可以做啲發展 ？Let an angle TAB 等於 X。咁咪 angle TCA 都係。冇錯啦 ，angle 唔係ATACT， 唔好意思啊，我咁樣寫咗啫，等於 X， 同埋 angle， 我寫埋呢只係 X， 呢只係29度。嗱兩個因為同一個 vision， 我費事即係寫咁多嘢啦。Angles in alternative segment。好，跟住你睇到有冇睇到一啲好重要嘅信息啊 ？Angle sum。冇錯啦，其實咧，你有時咧，我哋唔知道用咩方式去做咧，你個嗱，你將目標調轉嚟做，即係將目標行先，叻咗個目標就 X。咁好啦，純粹係一種技巧上面嘅嘢嚟㗎嚇。咁個 X 你計到幾多先？阿東，你幫我計一計。你記住你個名咧係永遠記留咗喺我嗰個 YouTube 嗰個 channel 裏面咁嗰、那個嗰、那個，直至下一次我將呢段片 replay 咗個位置嘅。所以阿晴朗個名都會出現咗嘅，先幾位先？50.5。咁所以 angle TAB 等於50.5。跟住咧，再揾埋個 A B C 咧 ，A B C 一步就得啦嘛。Angle sum。唔係唔使 angle sum 啊，係 A B C 喎。A B C 係用個 extreme angle 都得。哦。咪一樣啊，一樣啊，所以我即係我保留翻嗰個 extreme angle of triangle。第三條。